我叫杜佳琪，然后我是来自于花莲太鲁阁族的，我现在就读于动物大学社工系二年级。在你唱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呢，我们耳机差不多就拿下来。对，真的。从那个时候，其实你可能自己不知道，但实质上你已经在做一个演唱会表现的形式，很棒啊！对，所有人都仔细聆听你的歌曲。